估摸。猎狗今天有听完，他只是走在这边。你看大狗狗，不要爬上去，不要爬，这样就好。你看，在那边，看到吗？阿米，我六到岁。哎，我看到这个嘞，爸爸。阿米，你看前面呢？走路啊，那两只啊，那什么狗啊？叫做。哎呦！他们在干嘛？来这边，来这边，来这边。他们会咬人家的屁股，很可怕哦。站在这上面，你们看到？看蚂蚁。那你看到上面前面有没有？快点，看犀牛了。狗，犀牛，快点。有没有？好大，好肥哦，这两只。肥呀，屁屁狗。对呀。屁屁狗，屁屁狗。哇，好大呀！哎，太大。打了一台狗狗，这只可以当狗狗，这跟那个皮克先生打的。很吸引人。这边有什么？
这是我呀。我不能这样的。对了，我在这个不能再看到了。我这么胖的呢，将来这不是去年啊。哎，惊啊惊啊！我比摔得快呢，我看呢。你出去玩呢，我骨头大了。最讨厌的，因为他最惨，就是非洲鹤哥，然后非洲鹤哥，他们攻击猎物就是咬他的肝，不一样，因为他们都烤肝，一直肝，哎，规定安尼有肝，然后那种动物肯定死，非常惨。我生的，你生的狗狗，野狗，都一样，你生的狗狗。还刚吃到，看起来很好吃。应该跳不过。来，因为他们自己的。哇，哦，你是一斤就两个的。他们攻击。斑马。这边有没有？那你又去得那个去吧。你看那个去吧。你看，你做办法，用钱。这样亲戚耶，这种亲戚呢，亲戚呢就没讲话，那就讲话了。你你刚才讲三二三讲，不是我的心，凶的，很凶的。掉下去，他马上把你咬。把你把你咬咬咬掉了。把你吃掉了。医生告你耶了，啊，告你耶呀！马上三分钟就能。有没有看到？哇，这个好凶哦！在冰城的，我在猪场。哦，对耶！那边那两个，那两只是猎狗。猎狗。嗯。还有。他们两只很凶哦，他们。他们可以打得赢狮子哦。狮子。因为狮子都是单，狮子都是一只狮子，是猎狗啊，他们都是一整群的猎狗，他们都五六只猎狗，然后一起攻击一只狮子，狮子也打不赢他们。有狮子有几只啊？如果只有一只狮子的话，打不赢，打不赢五六只猎狗，猎狗很凶。那里你抓好了吗？对啊，这两只很凶。你抓好。它比一般的小狗还要凶。好，不要了，下来。它一般。可以玩，专心。
今麦好贵，非常贵。那牛肉饭，我问一下哦，牛肉饭那拿这里啊，这里啊，挥手一下。咬了很大力。哦，你看，那你要吃。好啊，那你们边呢？怎么样？等一下，我放在旁边吧。好。不要。